由田维娟担任召集人的大型养成实境节目《炸裂版女孩》就要上档啦！五日全员一起出席记者会，没想到田姐竟当场来个重磅爆料。草莓，我们在第一次的 interview 一分半的时候，她就哭了，对，她就是觉得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孩们相处。你看这是不是很特别？她啦啦队不是都跟女生相处，还是她比较常跟棒篮球跟棒球员相处？啊，这个我后来才。才抱完一个草莓之后，马上轮到林香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是黄队的队经理，对，他跟那时候做队经理完全是判若两人。那时候感觉他都在休息，都在休息。他的队友受伤了，还搞不清楚。很多人都把你当假想敌。其实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的能力真的有限。刚刚不是有问什么心机的部分吗？对。大家小心机都很多，来这里学会了，就是大家脸上都会贴亮亮的，对，真的贴一些钻石贴在脸上啊，贴在头发上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我来这里。学到了很多小女生的一些小巧思。而林香日前和赵少康同台出席活动，结果赵少康因为贴她太近被网友酸爆，今天他就来还原现场了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剪彩的活动，舞台很小，然后要站了20几个人，所以我们就靠得比较近，不知道为什么那张图把其他人都劈掉，怪怪的。所以说看到新闻你也觉得很傻吗？也不会傻，我觉得大家很酷哎。会联想，他就说谢谢你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，这个悄悄话。那叫他叫你选你吗？没有这个部分。也是一种关心看法，他是一个顶顺的数字。好朋友，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对啊，就祝福他吧。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就是不一般的。男未婚女未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多元，什么都嘛可以包容，对呀，这都是很好的事情。